这里仿佛画外之域，置身其中经常会让人恍惚于空间之错置。铜山灼灼，草木难生，崩地断崖，险恶之地，是这样的环境下经常被人惯称的形容。然而荒凉死寂的面貌之外，却是一个蕴含有生命热度，充满着奔张血脉和骨干的奇特空间。这样的惊奇在三义火焰山，在南投的九九峰自然保留区，因为特殊的身世际遇被保护起来，因为精彩的内涵，活力奔腾的原始，让生存居住在其中的各式生命自由展翅，各取所需。奇异而缤纷的族群，让这块原本不易亲近的地方多了许多可亲的理由。人类是这个区域里的配角，但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自古以来，这些地方薄纱青龙，深藏着无限个神秘的想象空间，但它瑰丽而令人赞叹的容貌，却是来自难以捉摸的阴晴以及一次又一次灾难的洗炼。这种充满变数的美，值得我们走近探究。车行经过南投县草屯镇的台十四线公路，不禁讶异着这一处原本在九二一大震后的山峰竟然一片新绿。从人类的观点来看，这是一列列从大窗中走出来的壮丽奇景，但就土地而言，这是宿命，也是自然的运作。这九九峰第一个感觉就是变漂亮了，而且变得绿油油的。我记得每次经过这个台线之后要去像河湾山这边玩，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九九峰，感觉非常的漂亮。没错，这个九九峰啊，在九二一地震之前呢、啊，它也是一片绿油油的。嗯。那在九二一以后啊，它就上面好像脱了一层皮，那整个光秃秃的。嗯。那么这经过这几年来啊，我们在89年5月22号，透过文字法把它设立成了保留区呢以后啊，嗯。那我们对这个区域做一个特别的照顾，就是不让任何人闲杂人去干扰它的一个自然的元气。那么经过这5年来以后啊，这个慢慢的滋生啊都已经出来了。那么现在它的覆盖率啊，各位看到已经将近超过一半了，已经快要恢复到原来的那个面貌了这样子。那么这个保留区呢，它在所有保留区里面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那其他的保留区都是把一个现状来做一个保护，那我们这个呢是从零开始的演化开始，所以这个保留区特别有意义。这九九峰看起来群山并立哦，那当初为什么会用这个九九来命名这个九九峰？哎，当初是大概什么样一个原因让它形成这么多这个山峰？是这个九九峰啊，是取其众多的意思。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特别的山峰这么多？那这次应该是从地质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地质角度它是属于一个砾石层，就是沙砾跟石头的一个层次。那么当时因为地壳的变动哈，然后拱起来以后，经过天然的下雨，比较松软的地方就慢慢流失，慢慢流失。那么长久以后哈，那比较坚硬的就流起来了，那软的松的就流掉了，那么就变成这样子，好像怪石嶙峋，这样子有很多山峰。目前来讲它的山峰是没有正式去数过。那这个九九峰一看就是表示非常众多的意思，这山峰数量非常多。对对，有点像那个桂林山水那种。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这样冒出来的。对对对。拥有这样层次丰富的地景本来是美事一件，但在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震之后，常年生活在山下或周遭的生民不禁要对这个原本再熟悉不过的生活场景重新认识，重新建立情感。1198公顷的广袤保留区域，在时光老人的历练下，不见岁月刻痕，放眼尽是一片青春绿意。从
外面看九九峰跟走进来再看，这差别更大。现在再看整片都是森林。在一个二地形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还要继续造林？还是要尊重自然的法则，让土地公造林？那我们也固定去做一些监测。那其实这样监测六年下来，其实我们发现是可以有某种程度上可以跟别人讲说，在一个恶地形的环境下，我们尊重自然的法则去做休养生息，它是可以再让自然再回来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些人想要赶快让它恢复嘛，因为原本是翠绿的，突然变成光秃秃、秃了头、一系秃头的那个九九峰，大家不能接受，所以那时候大家就想说喷洒一些草籽。但是九九峰是之前是一个河床，然后后来又因为地震隆起，然后它如果一个大雨下来，它就像是扒了一层皮或脱了一件衣服，它到下一层的那个历史层就会出现。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做，其实在隔年就可以看到那些全部都被冲毁了。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要很多芦竹和本科植物啦，或者是先驱树种，像二叶松、五叶松、台湾赤杨、山黄麻，在这个地方，它是可以长出来的。但我看四周，它的岩壁都非常的陡峭哦。那像这些树木，它能够就生长在这个峭壁上吗？可以啊，二叶松很厉害哦，它那个根系啊，它是生根性的树种，它种子一长出来的时候，根一直往下扎，它就先把自己固定住，然后之后它赶快跟天去争那个阳光，所以它长的速度很快，五六年的时间，它可以长到五公尺以上的高度。山黄麻一般会在比较坡角的地方，林线的部分大部分是二叶松或者是赤杨这一类的，比较向阳面的植物。那你可以去想象，在100万年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平的河床地。那这个地方呢，它每一个大水来，它就造成很多的砾石被水带过来这里，然后就堆积一层一层一层的。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它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细的土壤沙质的，那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大水，所以它就不会把石头带过来了。可是想想看，在以前这个河床不断堆叠，然后造成运动所造成的，在这样子一个非常干旱的点，芦竹长得非常的好，它算是这边的优势植物啦。土地公会种树，人类懂得知所进退，我们才能在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几年内，看到重创过后的土地上萌发出生机无限。九九峰自然保留区适时而快速的成立，让生育期间的原始族群重返故土，他们也找到了久违的乡愁。现在可以看镜像，好像有一群猴子在那边爬山哦，沿着那个林线一直往山上走。哦，那是台湾很有种的台湾猕猴。台湾猕猴族群在九九峰来讲的话，大概还有一两百只左右。它是就是成群成群在活动。对对对，它有分好几个族群在九九峰的地区活动。那像我们的话，目前在九九峰有设置红外线照相机，针对一些哺乳动物做一些监测。然后目前拍到的话，大概有20几种的哺乳类动物。那它们食物的来源主要是什么？它最主要是以一些果实、嫩叶啊、花朵，然后它会沿着它固定的路线觅食。而且这数量还蛮多只的哈，一只一只这样排列这样往上爬。逗趣的画面令人会心一笑。而这个仿佛武侠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场景，却是在九九峰休养生息后重新蓄积出的森林能量，才能让这些放荡不羁的猴子猴孙重返山林。动物们深知自然界的瞬息万变，因为顺应自然，它们才能无所顾忌地在食物丰美的森林中高来高去。山形奇特独耸的九九峰，以及位于苗栗三义一带的火焰山，远望山容迥异于一般山岳，这些都是属于地质史上的头科山层。更新世头科山层火焰山砾岩段是组成九九峰和火焰山地形地貌的主因，这样的岩层松散，逃选度差，越往上层砾岩越多。头科山砾石层的出露地区，在地形上常发育成陡峻悬崖和锯齿状的山峰，相当具有观赏性。一年当中，南投林管处平均有1000人次在九九峰自然保留区内巡视，
并设有一系列自然保育的监测调查，以了解时空变化下保留区的改变。在这处广纳台中太平、雾峰、南投草屯、国姓乡等四个行政区域的自然保留区中，自然演替就在人类的窥探中。现在可以看到一群蝴蝶在那边，好像在吸水的。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蝴蝶好像有蛮多不同种类。目前我们看到的哈，比如说看最前面的是琉璃纹凤蝶，然后还有乌鸦凤蝶，然后还有一种是台湾黑凤蝶。台湾黑凤蝶。对。那像琉璃纹凤蝶，它主要特征是哪些？琉璃纹凤蝶的话，它在飞的时候，翅膀后面有两块非常明显的荧光绿色，非常漂亮。哦，就是那个翅膀好像绿色会发亮。对对对对。那像那个乌鸦凤蝶的话，是它的身上是比较泛蓝光的。宝蓝色，它的鳞粉是宝蓝色会反光。哦，那个是乌鸦凤蝶。那比较黑的那个就是黑凤蝶。黑凤蝶。它是黑冠麻鹭的巢。黑冠麻鹭的话是所有鹭科的话唯一生活在低海拔山区。它一般的话在山区的底层，在觅食蚯蚓啊、昆虫类的，然后筑巢的时候，它会捡拾一些树枝哈、简易的方式，然后铺设一个巢位。然后一般如果说像现在的话，它发现到我们在观察它，它会表现出一种拟态状态，远远看好像一根树枝一样。那现在是它的一个繁殖季节吗？对，目前是它的繁殖季。这是红外线摄影机的吗？对，这一部就是我们架设的红外线摄影机。像它装设的地方，感觉好像是装在蛮隐秘原始的地方哈。对，我们架设的时候，最先优先考虑的话，就是可能动物会经过的地方，就是一些兽径，还是说去饮水的地方。在这边常有拍到哪些动物呢？比如说这边的话哈，我们是以可以看到嘛，下面是溪流，然后这边我们预测的话，大概。推测是经过动物会经过下去饮水的地方。那比如说这台红外线相机，它有拍到石蟹獴、白鼻星、鼬獾，还有台湾猕猴，还有一些鸟类，比如说八色鸟、底栖性的鸟类，然后小湾水画眉这些。那在这个区大概有架设的几台照相机？我们之前大概有十部在保留区里面，那因为野外的话故障率很高，所以现在目前剩下七部。那像在这个区大概有七台嘛，那都同样设置在像这种森林底下吗？不一定，其实我们做红外线的调查是希望能够了解我们这个地区的动物像嘛，所以他们在设置的时候就会考量到动物喜欢的环境，像我们这边所设的就觉得石蟹獴、白鼻星它可能会经过这边，因为这附近有水源。可是长鬃山羊如果说我们要拍的话，我们要寻找适合它的环境。去年我们也很高兴我们拍到石虎这种动物，我们也是觉得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拍得到、找得到是一件让我们振奋的功夫。当影像上出现珍稀石虎的那一刻，林务人员再多的跋涉和等待，肯定都得到了甜美的宣泄。尤其在这几处人类开设的动物照相馆中，还等着无数贵宾入座。钻行在森林中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在灾后曾经铜山灼灼的九九峰自然保留区内，却是难得的赏心悦目。九九峰旧时即以碧山树色列名樟属八景之一，古人不见金石细照，静谧地映照在新生的九九峰上。除了九九峰，另外被称为火焰山的，还有以火焰细照列入彭山八景的三义火焰山。火焰山哦，这个依地形特色而取名的。我们这样看到很多这种砾石层，那这砾石层呢，没有下雨就很干枯啊，你走在这边非常热。第二个呢，这个砾石层里面有很多含铁质的，你在地上随便一看哦，几乎每个石头上面都有像有点像铁灰锈这样子的颜色。那更往前看呢，你会看到那岩壁上面很多砾石呢，会有呈现的铁灰锈颜色。那每当呢正午或是傍晚的时候，太阳一照呢，这边非常热，看起来整个山上是火红的，所以就称叫火焰山。这个地方现在这个方向，我们现在正在吹的，这叫西南气流。
然后到冬天呢，就会吹东北季风。当东北季风遇上西南气流顶住的时候，那我们称为叫自流锋面。在这个时候就会下大雨。那这个地方呢，东北季风正在下来的时候，西南气流尚未退，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上空会僵持住。所以每年你大概在九月开始吼，经过这个地方，除了看到火焰山以外，你在开车过的时候常常起雾。那另外呢，反过来到隔年的三月的时候呢，这个西南气流呢就开始渐渐加强，东北季风就慢慢退，可是东北季风还没全部退完，又在这边再僵持一次。所以大概在这个两个季节之后，会常常会起很多雾。我们常常看到那个新闻，每次下大雨，这条这个公路啊，不是就整个就盖过去。因为这里是属于中央山脉西路软石下来，然后到山一洞把它隆起以后，但隆起里面石头跟石头之间是有泥土消解不良，那下雨一冲刷下去，把这土一流失，那高度一陡峭它就下来了，所以说很容易就把苗一四零线把它整个盖过去。哦，所以现在才去把它盖成一个明隧道。对，所以说现在底下有盖一个明隧道，就是让这些软石或自然的风它往大安溪下去，这样子人跟自然就可以和平共存了。岩山回雾、燕山雾雾，都是前人对此多雾的描述。而南边太阳、北边雨，倒是无情还有情，指的就是台湾南北气候的分界——火焰山。其实高速公路南下的车程中，侧身可及的火焰山却是五月雪油桐和相思铺盖出的一山绿意。而火焰山的标准地貌要来到大安溪桥上时，才能一睹这座裸露的红色扇面、垂直的崩塌峭壁以及绿色植物争相点缀的绝色地带。林务局新竹林管处利用三义林务工作站改建的火焰山森林生态教育馆，提供无法进入火焰山观察地质生态的民众一处可以近身接触并借由 DIY 实地操作的互动学习方式，深入了解火焰山形成的身世背景，甚至是深奥的地质史、地质学等，也都能在生动活泼的多媒体影片、静态解说和亲子教学实作中，让一般民众即使无法进入三义火焰山自然保留区，也能清楚它的奥秘。那这像这个地方哦，上面就是砾石层，下面这个是沉积岩的哦。那这中间呢，你看这已经有木炭了，这木炭哈、哦，这木炭就是整个压力够，然后温度够的时候，它就变成木炭。这个是已经木头已经开始碳化掉。那像我们像南庄城或贵族林城，就很多的那个煤炭，就是因为温度够、压力够，在里面有一些木头，它就会变成煤炭，变成煤炭。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黑黑的像岩层啊，这可是以前的树木在这边受到高温重压，对，然后形成这样。对，这就是木头已经碳化了哦，可能还没到煤炭的地步。那这砾石哈、哦，就像这样、它在山上崩解开下来之后，它是四四方方的，或是多角形的。那石头就是滚啊，跟人生一样，从上游滚到下游都变成比较圆啊，比较圆融。那在鹅卵石看到这种石头，知道都是在河川下游。才会变成这样滚成鹅卵石，越靠近海边的鹅卵石越小颗，比较靠近上游的鹅卵石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鹅卵石的话，它原来应该是有棱有角，那是被可能被这个河水啊、这个侵蚀啊、磨啊这样。它从上游的时候，河水在流，它有搬运啊，它有搬运的能量，在一直搬运的时候，这石头就是滚啊，那滚了以后，那一些棱角就会去除掉，最后就变成这样鹅卵石。像我手上这个拿的，这个是四棱砂岩。在台湾来讲，大概它应该是比较硬的一个砂岩。然后这个四棱砂岩里面有含有很多的石英成分。这片色彩斑斓的山壁，峥嵘的镶嵌在稀疏的墨绿孤峰间。苗栗县的地标火焰山，形象分明地吸引着车窗内的眼光。除了山下满地滚珠的冲石沟和卵石流外，沿着断崖而行的棱线上，一侧是安身立命的阔叶森林，一侧是步步为营的崩壁。极静的山境更有别于山下的烦恼，
尤其是走在火红如赤焰的红色巨墙旁，更能感受火焰山得名由来。我这边看这个岩层就很红了，就像火焰山一样了。对啊，你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刚好又阳光这样照过来，整片是红红的。那平常的话没有阳光的话，我们看的话没有那么红。那它这样会变红，主要是因为它那个土质。因为我们火焰山这边的那个土质，它含有那个铁质，那铁质氧化以后就变成那个氧化铁，所以我们会看起来会比较红。所以这边是我们走上来后第一条软石流。第一条的软石河流沟是在这个位置。不过就是可以看到这边边坡，就是很多植物也随着这个一直坍塌下去了。快到了，哇，这边有夕阳哎。对，刚刚好可以看到夕阳，差不多是已经最高点了。这边而且整个视野更开阔哇，除了丰原这边看到啊，现在大安溪出海口这边台湾海峡，苑里这边整个平原都看得很清楚。对，前面这边的话是苑里，那后面铁站山后面那边的话大峡也都这样看得到，所以这里视野是蛮好的。而且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第三条软石流的最上面嘛，对，那这条看下去最壮观的一条了，对，最壮观。我们看下去的话，整个软石河流都看得很清楚，而且整个山峰啊，像那个笋子一样，还有像火焰一样在燃烧的，一座一座一座的，有点国画山水那种感觉。哦，这里真的有那种国画山水的感觉，真的是漂亮。这是一幅浴火重生的自然画作，平日看似了无生意的砾石层上，却有一些动植物依赖着多变的气候和不断崩塌的土地去生活着。在一天即将谢幕的时分，他们看到传说中的火焰正熊熊燃烧出生命的热度。在台湾这座绿色岛屿上，一些特立独行顶着自然缺陷美的山峰，不但丰富了小岛奇异而多样的地质地貌，同时也为我们开了一扇和世界同步的视窗。